你这个要让我说呀，要办咱就大办，得办出响动来，办出草来。听着有点像贺一堂说的话似的。你这一提老贺呀，我还挺想的。哎呀，也不知道这人现在咋样了。哎，说过寿，先不聊贺一堂，咱们先是啊。得把这个要请的这些客人的名单啊，一一都给写下来。这郑辽喜事呢，他怎么哭上了？喝大了！不哭不笑不热闹。老师，那当家的，你可回来了。咋的？出啥事儿了？那山东老酒馆那陈掌柜的要过60大寿。啊？啊！家家户户都给发请帖了，就没给咱家发。他不给谁发，也不能不给咱发呀。等着吧。这等啥呀？ 咱这前前后后这邻居都收到了，哎呀，咱家是贵客，那跟他们一样吗？啊，哎，吃饭吧。贵客，大哥，老警察那边不送请帖，名单上不是没他吗？ 孙家的卢瘸子扮演门的都送了，为啥偏偏不给他送呢？我看不上他。大哥，这是面上的事儿，看得上看不上，咱也不能打人家脸呢。我都多大年岁了，我还得看人家脸面过日子呀。我看不上谁，我就不行谁，我咋的？不行啊？行，您管事儿，您说了算。嗯，差不多。 那我钱不忙去了。这忙去吧。郭老陈，为啥不给老警察发请帖呀？不说了吗？我看不上他了。咱现在有事儿求他呢，不能得罪。他不听我的，我就不搭理他。不能意气用事啊！你听我的，赶快给他发贵宾请帖。我就不发。他要敢来，我就掀桌子。 当家的，我听说陈怀海那请帖可都送完了。我跟你说话呢。送完就送完呗，有啥好说的？不是，那家家户户都有，就咱家没有，这事儿他说不过去呀。有啥说不过去的？人家没想请咱们。这些年你可对他不错，他为啥不想请咱呢？我哪知道啊？ 能不能是那送请帖的给送漏了？有这可能？那咋办呢？哎呀，不就一顿酒吗？我根本就没放在心上。这不是一顿酒的事儿，这是脸面的事儿。他请咱，咱可以不去，但是他不能不请吧？这样，你听我的。 胸闷，没看看大夫。老病根儿了，看不好。老病根儿也得看，不能硬扛着，要不越来越重要。多谢关心。走了，不屋里坐坐。不坐了，我也是赶巧从这儿过。你这儿没事吧？ 我这没啥事儿，挺好的。
挺好，挺好。走了，走好。他要没提过寿的事儿，看来是真没请咱。这事儿不对呀，你得罪他了？这话说的，怎么的？我还怕得罪他呀？我不是那意思，我就觉得这事儿他奇怪。有啥奇怪的？人家就想离咱远点呗。不是他为啥离咱远点啊？那这些年咱对他陈怀海不薄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他是不是看你不管好汉街了，用不着你了？你这么想也行。哎，这才叫白眼狼呢！早知道他这样啊，当初咱就不应该对他那么好。哎呀，那都是过去的事了，再提没意思。饭做好没有？不是，咋还急眼了呢？做好了。饿了。哎呀，你咋收上衣裳了呢？给我吧。你忙大事的，这点小事我包了。这话听着可是有倒钩刺儿啊！这话，怕你累吗？饿了吧？我叫后厨给你做点的。不饿。店长那边找着合适的人吗？还没呢，正找着呢。老警察那儿你也多盯着点儿，别断了。万一他要是想明白了，再没帮上咱，多可惜啊！能明白早明白了。把这使劲给麻花不要的人。懒得理他。哎呦我的天！哎呀妈，这是喝多少？喝成这样啊？不多，也就三斤吧。不是三斤还不多呀？这三斤都能灌倒一头驴了。这为了啥呀？这么喝呀？没事儿。就是想喝。你坐这干啥呀？躺下睡觉吧。你能不能别管我啊？我想睡就睡，不想睡我不睡，不行吗？行行行，我不管你啊，不管你。当家的，那陈怀海他忘恩负义，就是个白眼狼，你别跟他生气啊！我跟他生啥气？他算个屁！想当年，他来好汉街安营扎寨，要不是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他能有今天呢？就是，自打我披的这身皮，好汉街红白喜事，哪回不请我？谁敢不请我？这回可好，整个好汉街就把我给甩出来了。他可真够绝的，够狠的。当家的，你要实在气不过的话，咱们就找管好汉街那些兄弟，好好治治他这个白眼狼。哎呀，其实啊，我知道他为啥不请我。为啥？不是日本人势单力孤了吗？不说了，睡觉。不是，你看你这人，这话说一半呢，你说清楚啊！我本不想告诉你。我怕你担惊受怕，
可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这大连街可能要换主子了。你是说日本人要被打跑了？你看啊，德国、意大利打败了，就剩下小日本了。弹丸小国能蹦得起来吗？哎呀，我看就是早晚的事儿了。这日本人要被打跑了，那咱可咋办呢？我哪知道咋办？我终于明白了，这陈怀海为啥不请咱？他就是想跟咱撇清关系。哎呀，先不想他了，想想咱自己吧。你就说说你这身皮衣粘到身上，这扒都扒不下来。到时候咱可咋整啊？啊！哎呦我的妈！你说这话还没说完，咋就躺下了呢？张先生，您里面请。好好好。哎呦，陈掌柜，陈掌柜，您好。两天了，我都没敢喝酒啊。为啥不敢喝呀？饿着这酒桶，等您过寿那天再给他解馋。看来这酒我得多备点儿。可是今天啊，我实在是等不了了。哎，先解解馋再说吧。来来来，照顾着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大哥，凡是送了请帖的，都回信儿了。我这一算呢，没50桌，怕是坐不开了。那赶紧跟那个酒坊打好招呼，提前把酒订足。我早就打过招呼了。人家说啊，陈掌柜过寿，酒当寿礼送了。那不行，都是做生意的，咱不能欠人。人家也一片好心，不收不合适吧？再说，等咱寿宴过了，我找机会再把钱给塞回去。不行，一码不一码，啊，先花钱后喝酒，不能倒。那人就是不要钱的，那就不要他们的酒。不要酒喝什么呀？喝凉水。喝凉水多塞牙呀！你塞牙也舒坦。行，我死活把那钱给人派了。你这就对了，大哥。还有一件事，我就想跟您再说一下。咱们兄弟说话犯得着这样吗？说。哎，这么些年了，老警察呢对咱们不错，您这回过寿了，不请他，我总觉得有点说不过去。大哥，要不您再掂量掂量。这岁数越大，我越倔。倔得跟块石头似的。哟，洪队长，您这是去哪儿啊？我去哪儿还用你管吗？嘿，哪敢管您呢？这火气真冲啊！哎呦，洪队长，哎，好久不见。怎么样？挺好的呀、啊，挺好，挺好的。上回您帮了我个忙，我还没请您喝酒呢。上回啊，什么事我都忘了，算了吧。哎呦，别呀，这都碰上了，又是饭口，怎么能喝点？不，我还有事儿啊。要不这样，兄弟，山东老酒馆的陈掌柜过大寿，咱们上他那儿喝去。看一看了啊。怎样？再说吧。哎，别呀，兄弟，您是说不一定去？请帖我早收到了啊，好像头一个给我送去的。但是最近公务实在太忙了，所以能不能去成还说不准。好了好了，就这样啊。丛队长，哎，丛队长，丛队长好。哎，好。丛队长，忙着呢。没你忙啊。大家伙啊，要给我过寿。哦，你这不请了不少人，我正忙活吃喝呢。
过寿好啊，热闹喜庆啊。你说这人都这么大岁数了啊，能乐呵呀赶紧乐呵是吧，你等动不了那一天想乐呵都乐呵不成了。那是是，我得赶紧买铡刀去了啊。买铡刀干啥？切葱花爆锅呀。哦，人太多了，葱花切不过来了。赶快忙去吧。那行，那我先去了啊。切葱花铡刀，不是你这玩意儿搁哪儿不能放，你当不当正不正？哎呀，我慢着走。哎呀，这个，你把这玩意儿往挪挪。哎，是是是，我慢着走。哟，这。当家的，这咋了？这咋还一瘸一拐的？哎呀，崴了！崴了！都崴完了，还管咋崴的干啥呀？哎呦，慢点！你崴的重不重啊？哎，不重。我给你揉揉啊。活动活动就好了，不用不用。哎，你倒点水来。当家的，我听说陈怀海弄了一台照相机，说那照相机有牛犊子那么大，还请了德国的照相师傅。他弄照相机干啥呀？说是要在寿宴那天照一张全家福。啊，不是，是全街福。照就照呗，他爱咋照咋照，咱不稀罕。你说的倒轻巧，那照片上又没咱，人家一问咱咋说？好像咱家在这条街上就没做啥好事儿，被赶出好汉街了。本来咱家在好汉街上，那是顶展呀的人，可现在的。连根草都不如。哭啥？你别哭。你说我哭啥？这就是先兆啊！一旦日本人被赶走了，你好好想想咱家的下场。这有点生眼。恭喜恭喜！谢谢谢谢。牡丹江张长山给陈掌柜祝寿来了，恭喜恭喜啊！陈掌柜，这边请，这边请，给您祝寿来了。今天您过大寿，您到喜了啊！陈掌柜，崔掌柜，你这是打河北赶来的？没晚吧？哎呦，我们家老陈过寿这事儿都传到官里去了。你祝寿的消息啊，顺着这风东南西北的跑到我耳朵里了呗。我是仙岭来的那个王二虎，还记得不？咋不记得呀？是呗。不是，这我过寿的信儿你也听说了？带来点商货，加盘债，上等的野山参啊！来来来，来来，野山参。近点近点，一会儿嫂子跟你唠嗑。祝寿啊！给您办寿了，谢谢谢谢。哟，去哪儿了？看热闹。热闹吗？不热闹。不热闹，在家待着。干啥？我这没热闹看，就在家待着吧。别闹太响，一会儿再说。这还有寿宴呢。
谁没摆过呀？吃那一口，喝那一口，能多活几年，咱不稀罕。就是，这些年呢，说实在的，我都去够吃腻了，我根本不稀罕。有那闲空啊，咱在家想想以后的事儿，那才是重要的。以后啥事儿啊？别让人赏咱个金瓜子儿。谁敢赏我金瓜子儿？他凭啥赏我金瓜子儿啊？这些年我没有功劳，还有苦劳的。我。接着说。我是给日本人做事儿了，可我对得起这些街坊邻里。这些年，就说这些年来，这些年。上哪儿了？这些年，啊，这些年啊，不管谁家有个大事小情，只要他张嘴，只要他张嘴，只要他张嘴了，没人管去，过来。家的，来客人了。就说睡了，不见。是陈怀海。这是干啥呀？给你带了些吃喝来，给我带吃喝，你走错门了吧？嗯，说笑了不是？不，你为啥给我带吃喝？今天我过寿，你不是没去吗？哦，你今天过寿，哎呦，那我咋不知道呢？我呢？没跟你说，为啥不跟我说呀？我怕你啊，不方便。你人没去，可座儿是给你留着呢。有人问起来了，我说你公务忙，不能来了。你这是给我留着面儿呢。你尽管可以去打听，我要是有半句假话，我活不到明天。闭嘴吧！多大岁数，啥话都敢说。没做亏心事，咱不怕。哎，咱哥俩喝口。这可是我的寿酒，喜庆着呢。陈掌柜啊，咱别绕圈子，啊，到底咋回事？你得跟我说清楚，要不这酒我喝不进去。你想让我说啥？我就问你，这些年。我有对不住你的地方吗？没有。我欺负过街坊邻里吗？也没有。我管这片地的这些年，大家的日子过得还算太平吧？你给大家伙撑了不少腰。这些年我为好汉街立下了汗马功劳，我为啥就上不了你的桌呢？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你去不方便？有啥不方便？怎么说吧，现在外国啥形势，中国啥形势，大连啥形势，你清楚，可大家伙不见得清楚，可也多少都能听到点动静，对吧？你说这寿宴上来的全是南来北往的客，人多嘴杂啊，说多说少的，好听不好听的，你去了不合适。我还知道，
你肚子里装的事最多。你说你喝上了，一高兴啊，人家话赶话的问到那儿了，你要是管不住舌头，多说了几句，万一传到日本人那儿，那可就要了命了。这种时候，小心为妙。那你这是为我着想啊？咱关起门来说吧。咱们兄弟这么多年了，你的好我全记着，你报答不了，还不得多替兄弟你想想啊？哎，那好汉街全杰福的照片上为啥没有我的座儿？本来想照的，后来又不急着照了。为啥不急了？咱兄弟不说假话。我是想啊，等小鬼子被打跑的那一天再照。能等来吗？就剩下小日本了，他就算是有三头六臂，他还能扑腾了多久？你说，你说这话就不怕我报官抓你？我都这把的年纪了，我怕你信吗？再说了，你是个有情有义的好人，你要不是这样，我能活到今天呀？我闺女小棉袄都不怕死，何况我们这些爷们儿呢？哎呀，一想起小棉袄这孩子，我就想哭。在全杰福上给我留个座吧。这事儿不好说。为啥呀？到时候你能去吗？好汉街的全杰福，前排的空座位谁都不能坐，得留着给死去的马旅长，还有说单口相声的方先生，还有我闺女小棉袄，我兄弟小哑巴，后排站着的全都得是咱们好汉街的好人好汉。这是幅大照片，是个大念想。这幅照片会传下去，让世世代代的人都得记着他们。知道你有事儿找我，就为了能在全杰福上有个座儿。你说吧，我能做到的，绝无二话。老天爷看着呢，我口不盈心，死无全尸。你把底全交给他了，你不交底，你咋让人办？那你能拿得准他不？万一有个闪失，你可就没命了。我都六十了，那活得够本了。要是能在死之前再干件两堂事儿，啊，那死的也有奔头。这本来都是我的事儿，现在你一个人全担了，我这……哎呀，别说了啊，咱们是一家人，
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我要是没遇上你啊，啊，我也就是吃了睡，睡了吃，我早蔫巴了。是你让我在这个年纪还能亮堂一把，我得谢谢你。个老陈头。嗯。使这么大一招，咋不提前跟我透透风呢？那咋能透风啊？那万一要是没办成，你说那多丢脸。行，我现在就跟组织汇报去。路上小心点。嗯。还有啊，这件事儿啊，你就全交给我了。出了事儿也是我的事儿，牵扯不到你。那哪行啊？要命的事儿，不能你一个人背着。能多留条命，多留条命。那全栽进去白瞎了。再说留着你能干大事儿，你说你留着我，啊？就是个白吃饱啊！你就听我的吧，赶紧去。没有什么事。哎呦喂，我的天！不是，下回能不能提前打个招呼？队长，您来了。张副队长还没来啊？张队长，他被人带走了。谁带走的？被宪兵队的人带走了。为啥呀？这个我也不太清楚。听小道消息说啊，他通共。啥？张副队长让狗啃了？你小点声行不行啊？这也太吓人了吧！谁说不是的？我现在腿还抖呢。这日本人也真狠呐！你说那张副队长为他们尽心尽力干了那么多年，啊，这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！这说要命就要命，你说这一点好都不念呐？要念这好，能让狗啃吗？这是恨之入骨啊！当家的，你是队长，没事吧？废话，我有事我还能回来吗？哎，那能不能是他们还没查到你这儿？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就是先把事儿往坏了想嘛，咱们好提前防着点嘛。我这刚动了心思，还没等动手，他查不到我这儿。得亏没动手啊，万幸啊。哎，咱家有酒吗？啊，那个。陈掌柜，那寿酒还剩点儿，给我拿来，我压压惊。那叫增增寿。哎呀，你快拿去吧。从喝多了，被劫了，脑袋受伤了，现在变成这样。医生，他伤得很严重啊，重物击打头部，头被打破了，流了不少血。另外，他现在神志不清，迷糊，呕吐，看样子伤得很重，我们正在观察。那他伤好了以后？脑袋不会有毛病吧？这个问题现在不能答复。老宗，他为什么伤在被子里？他睡着了，我是怕外边太吵了，我就给他蒙上了。掀开被子，让我看看。
叫醒他。他被打迷糊了，他醒不了。哎，这干什么呢？你有毛病啊！你说他醒不过来，这不是醒了吗？曾队长，我们是专程来看你的。你是我们日本人的好朋友，你受了伤，我们不能不管。告诉我，打你的人长什么样子，有什么具体特征，我们一定会抓住他。你听明白我说的话了吗？我听明白了。我咋躺在这儿呢？我咋的了？你这真傻了，你被打了。打了？啊，打哪儿了？头被打了。他打的？哎呀呀呀，你别胡说，人家是专程来看你的。打我的人呢？这不正问你呢吗？我咋记不住了呢？那你就白挨打。怎么了？头疼啊！头疼！哎呦呦！这怎么办呢？这他真头疼，你看他都这。